家好，我是洋洋。今天要为大家来录制的是荒雪，我们今天要来练荒雪。像我的队伍真的也就变成四天王队了。好，我们先把它元素，我们先把它练到六星好了。目前我很怕我的万用碎片会不够，因为开到六门要800，总计加身心总共是要800多片。我目前只有600多片了，因为等一下我还有元素的部分要还要洗，所以的话很怕暂时会不太够。没关系，我们到时再想办法弄万用碎片出来就好了。好，再来的话，我记得是这一个。好，我们先把它哦，它是水鼠，哇，一次要洗四个啊！哦，好，这算是运气不错，这是洗，只要洗回洗这个洗的，算是运气还不错。剩下140几片万用碎片而已。好，装五位星给他上去，你看我这样子才可以一次顺便点。好，风雪元素就暂时搞完，再来就是大宇宙部分，我也到大宇宙跟奥义斗都已经先上去了，所以的话就不用去看。啊，阴潮改造我也给它用好了，所以也先暂时上去了，所以也不用看。再来是血脉，血脉我已经先装，但是我这个还没用，离它的离属还没用。满了，再来是等级。欸，我没办法满级哦，那我去重生一只好了。
好，再生技能。战魂部分的话，先给他暂时先带恶魔，我先随便带，到时再说。再是装备，再来是强化，you
因为还有开门的部分，要不能弄太多。再来是祝福。到时这个金石的话，应该到时会不太够用，因为最近我都没有做对调的部分，所以的话都是直接洗，啊，加上近期直接练太多角色了，这个到时再一起用。我因为再用的话，这个可能要刷也要刷个一段时间，所以目前看下来。奥义宇宙元素血脉改造都上完了，那基本上应该也是练得差不多了。那我们就稍微竞技场测试一下。这目前的话，我总资源养成下来的话，战力是230万，啊，我们的宿命也全达到了，然后伤害现在是134%。大概是这样子，我们先看一下，就是我目前我的这一支的基础。好，我们就来竞技场测试。本来的话，那我就直接抓抓看，打打看功夫好了，因为他先手赢我嘛，那我们来打打看，他先手的部分是赢我的。哎，掉了，比我低，那我们没关系，我们就一样先测试看看，我打先手打功夫的部分，目前近况会如何？战魂的部分，等到时我测试完之后，我们再慢慢再做看，要不要再做更改，就是战魂的部分。加上目前我等于前排没有，我少了比例啊，所以我不知道坦度会怎样，因为毕竟要再测试。因为我没有比例的情况下，我变成开场我没办法去抑制到那一个
他的马克的息怒，这个会比较可惜一点。其实这样伤害感觉，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比较好。我们到时再做测试一下。目前暂时是四天王队嘛，目前四天王队看起来玩起来配对起来是怎么样？可是严克的小技能好像就比较没有出来。逃げちゃダメよ。いいわね。行こうよ。所詮はドムシだが。頑張らなきゃ。交渉。只是感觉这样子好像要站一段时间，虽然我比例本来就比较没有输出，所以应该是不会落差太多才对。加上我们还没开了，我们两门没有去开，因为目前钻石也，应该说那个我的万用碎片还没有很足。決まったぜ。決まったぜ。死んでください。これが水爆です。頑張らなきゃ。覚悟してね。1500万，光雪的技能被扣掉。どうですか？
야, 무쇼 야, 我应该要把那一个顺序改掉，那个荒雪的话应该要给他先攻。我双月在前排不太坦。頑張らなきゃ。もうしょ。始めるか。決まったぜ。
頑張らなきゃ。猛将。好，应该是输了，没关系，我到时那个战魂再调整，我们开后再来测试看看。好，那就是这个就是我目前荒雪的养成，那有问题的话欢迎在我的影片底下留言，那喜欢我影片的话欢迎点赞订阅。好，那我们的影片就到这边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